是一种很危险的生物，擅自逃跑的话，我可是会惩罚你的。现在秋饶已经晚了，我会像真正的狼一样。明明这颗心是仿造的产物，为什么我会有人类热恋的感觉？抱歉，靠近你会让我控制不住自己，但我更不能忍受的是离开你。